秦汉并六合，龙飞何雄哉。今天呢，我开始给大家讲秦汉史的第一集《旅游狂人的末日》，讲的就是秦始皇他的沙丘之劫。我们要知道啊，秦始皇嬴政啊，他是击灭六国，一统天下，立下不世之功。此时的嬴政秦始皇呢，始皇帝呢，确实是一不怕天，二不怕地，三不怕人，四不怕鬼，他最最惧怕的就是死亡了。因此呢，长生不老就是他当时最大的追求。那么不老仙丹和万岁不死的仙人呢，就在那虚无缥缈的遥远海上。为此呢，始皇帝最大的乐趣呢，就是四处巡游，哎，希望自己能碰到那些仙人，那些真人异士。为什么呢？那些人手中啊，确实他有不死的仙药。那如果我们细读《史记·秦始皇本纪》呢？其中有关秦始皇称帝之后几次最大的巡游活动呢，记载得清清楚楚。哎，他当皇帝当了将近12年吧，共有5次大的巡游，始皇27年、28年、29年、32年、37年。也就是说呢，始皇帝他27年第一次巡游，实际上那次比较简单，就是巡视他的西北边疆。他当时这次巡游啊，政治目的很明显，跟他们求仙问道，这个好像还不大界。那么始皇28年第二年他又去了哪儿呢？他等于是主要是到了泰山。他到泰山呢，也不是说跟那些儒生拜孔子，他见儒生了，主要是讨论的泰山封禅。因为我都当了始皇帝了，这功高三皇，这个功高五帝仗的那什么，我得到泰山封禅是一种礼仪，表示我是天下最牛的 No.1。那么始皇29年呢，嬴政去了哪儿呢？这次出游啊，有惊无险。这次旅游，秦始皇遇见一大麻烦，他到了这个今天河南原阳，就当时叫阳武县这个地方呢，以南有叫博浪沙的这个地方，这个从前是韩国的地界。那么韩国先前那个贵族张良派一大力士，弄120斤的大铁锥，咣就砸过来了，砸中了始皇帝的车架。那么始皇帝死没死呢？为什么叫有惊无险？就没死，等于是误中副车。因为始皇帝出巡，好多的这个就是有正车有副车，这个要到现在他还得弄个什么替身什么的，等于最后等于是差点就命丧于此。然后等于当时他也气急败坏，大锁时日，结果谁也没抓住。这次出游呢，虽然他受了如此的惊吓，但最后呢，他还是登上这个知福山，然后呢刻石记功。当然了，他这次呢就目的很明显了，到海边啊、知福啊、琅琊呀这个地方也是寻求仙药，当然也是没有这个结果。他最后呢绕了一圈，从今天山西的长治，当时叫上党，哎，率队而归。那么始皇帝32年呢，嬴政去哪儿了呢？他就去碣石，碣石就是今天的这个河北秦皇岛啊，今天离北京很近，但从前对于秦国来讲，那都是边境地区了。这个地方是从前六国时期燕国的地带，因此呢，到了海边，他又见到了这个燕国的那个方士，就逮着一大片子卢生，就问他：“哎，我叫你给我找这个县门那些仙人，找着了吗？”然后这卢生啊，这鬼五迷三道了，然后最后弄了一本这个《谶言》，就是那个预兆的这个图书，上那个丹砂写着几个字：“亡秦者胡。”秦始皇看了这5个字，寻思半天。胡当时是这个秦国人啊，这个六国时期人对这个匈奴的称呼，看起来这个匈奴对我大秦帝国威胁最大，因此一气之下就派出蒙恬，弄了20多万大军队北伐匈奴。始皇帝最后一次巡游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始皇37年，也就是公元前211年。那么始皇帝这个第5次巡游啊，这次旅游说句实话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出巡了。当然了，这次他出巡之时啊，还没有任何预兆那他会半路上会死在当地。
他带着谁呢？带着这个丞相李斯，他的小儿子胡亥，还有中车府令赵高，就是个宦者，是这些人。那么根据历史记述可以发现，始皇帝嬴政啊，确实是喜欢出游。哎，你看啊，他五次巡游加起来近30个月，大量时间啊，他大部分时间，尤其最后三次，都是在燕齐旧地、海滨地带度过，哎，绕海而游。最主要的目的是干嘛呢？你看，他就是求仙问道，加起来行程了20000多公里。因此呢，他的这些巡游最主要的目的，可以从最后这几次可以看出来，就是为了求仙问道。你看什么知府啊、琅琊呀、碣石啊、城山啊，现在都是风景名胜。他为什么喜爱这里呢？就是传说海上有仙山。为什么呢？确实是从前有海市蜃楼。古人呢没有科学的这方面的知识，就觉得那海市蜃楼就是仙人所居。那仙人所居呢，肯定是在海上。所以呢，秦帝国在当时有46个郡，那么秦始皇的足迹呢就游了这个38个郡。那几乎秦帝国的大好河山230万平方公里，80%的地方他都游过。你想啊，这哥们绝对是一个旅游狂人。当然了，现在一说，比如说我们说秦始皇这个人坏，你看他就知道玩，跟隋炀帝呀、什么的，就你看隋炀帝最后也是死于江都，也是巡游江南，包括黔庐向江南，你看这废了多少这个民脂民膏啊。实际上古代帝王出游啊，完全不是旅游爱玩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这种比较就是幼稚的想法，它是有寓意的。你看秦始皇他的这个出游，一方面他有政治宣威的意思，一方面呢也有文明宣誓的意思，不仅仅是啊，就是他自己爱玩。我们想一想，始皇帝第一次这个大规模的巡游，始皇帝27年，他那次完全就是为了这个巡游边疆，他就是出游的这个主要目的就是政治，目的在于开疆拓土，稳定边疆，稳定军心。而后呢，他东巡，你看他开始往江南之地那个地方走。这个地方，因为为什么当时的郴谣，就说那个郴谣图书那些卦书上说，东南有天子气，哎，嬴政因东游以压之。压呀，在古代这个书上写成厌恶的厌，这个实际上是通介字，是压，压者镇也。那么秦国灭六国之后呢，吴楚之地还是存有极强的这种反抗不满情绪，还有不稳定因素。所谓的天子气，肯定就是以后这些人要造反啊。因此呢，秦始皇是借巡游之名去当地视察政务，啊，当然从迷信角度出发，他在那些地方也到处挖地脉，把地名也改了，修筑大量具有这个压胜气息的建筑物，这是弄大塔，那是弄一个大铁锤，什么东西把这个地方压住镇住。始皇帝之所以不辞劳苦迢迢远行，基本的目的说句实话绝对不是吃喝玩乐搞旅游，他最大的目的还是秦帝国的长治久安。那么秦始皇呢是个非常迷信的帝王，哎，比如他去泰山搞风扇啦，这个九嶷山那块什么祭祀玉顺啦，到会稽山恭祭大禹啊，等等等等，每到一个地方五迷三道都要祭祀天川鬼神。这倒不是属于啊这个怪力乱神他自己的这种迷信，因为秦人的传统，他的宗教传统就是已经在蕴藏期间了，这500-600年以来秦国人都是这样干的。因此呢，所谓如果说迷信的话呢，这不能说是秦始皇的迷信，而是这个整个秦帝国包括从前的秦国一脉相承那种民间信仰嘛，宗教信仰。当然了，对于完成了千古大业的秦始皇来说呢，他推崇鬼神这个神魔力量最大的动力，除了祈祷天神护佑秦帝国以外，最最重要的还是他自己求仙长生的这样的一个期望。我们想一想，我们可以推想，如果你是秦始皇，拥有这么辽阔的帝国，这么美丽的江山，这么多绝色的美女，还这么多的好吃的好玩的，你说谁不想永远拥有这一切呢？如果不能永远，那我就最大限度的延迟那不可避免的死亡到来。那么怎么能抗拒死亡？死亡是无法抗拒的。哎，海上那些神仙不老仙丹，还有那海岛之间传说中的仙境当中的哎那些仙人，应该能帮自己。
所以呢，你看后三次秦始皇巡游最大的目的，他就是求仙问药，而且呢，在燕齐旧地濒临渤海，经常会出现海市蜃楼，因此就是那地方的也出骗子，也出这种自然景观，所以说呢，始皇帝对那些地方他就认为，肯定是存在的，对于仙药呢，他自然是信之不疑，有需求就有供给。更何况你想谁需求啊，皇帝的供给就更强烈了。而且在方术丹药文化传承非常浓厚的燕齐旧地，一直就活动着许多方士术士，这些国家级的大骗子忽然听说，始皇帝好这口，大伙欢欣鼓舞，闻风而动。所以呢，当始皇帝在28年，就在始皇28年第一次巡游琅琊的时候，就今天山东那地带的时候，齐国徐福等人就迫不及待上书，狂吹海上有三座神山，还有名字，蓬莱、方丈和瀛洲，这三个地名记住了啊，在后来的诗文当中都是成为这个是海上仙山或者是仙外来客的这个代称。你看李白的诗啊，什么杜甫的诗啊，苏东坡的词啊，里头都有这个，这都是海外仙山的代称。就说上头有仙人居住，他们有不老仙丹，然后呢还请皇帝你要静心静意先斋戒，然后呢我们带人给您去找。当时呢就不少所谓的3000童男童女，也有所谓的500童男童女，这徐福就带着这些人，然后带着大部队，带着供给船，带着供给部队，然后就乘坐巨舟，那阵秦国建造的船绝对对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就到海上游弋，干嘛呢？寻找仙人和仙丹。所以这人啊，只要一迷信长生不老，这智商就降低。那么绝顶聪明的秦始皇呢，就更加继续他狂热的、永不停歇的找药求仙之旅。第五次巡游啊，实际上也是始皇帝嬴政的魂断之旅。那么当年11月，他到达了云梦，就是今天的这个洪湖地区，然后呢又到了九嶷山，就今天的湖南宁远，然后在那里呢祭祀这个玉舜，然后这帮人又顺江而下，经过丹阳，到达哪儿呢？到达了这个浙江。记住了，浙江当时是一个江的名字，不是现在的省的名字，浙江就是今天的钱塘江。当时呢河水暴涨，因此呢嬴政一行的被迫转向，最后到哪儿呢？他们就是等于是沿着这个河呀，这个往上走，走了20里地呢，才渡过了这个河，然后到了哪儿？到了会稽山，就是在今天浙江的绍兴，然后呢祭祀了大禹，又立块大石头，刻了好多字儿，李斯写的小篆，立石颂德济公。然后呢，这边又经过吴地，就是今天江苏的苏州，渡过长江，乘大船从海道往哪儿走呢？就往琅琊、知府这些地方走。这个时候呢，一直花费着始皇帝的巨款，已经好几年不出现，来了谁呀？徐福。始皇帝看见他说，你弄了我这么多人这么多钱给我找仙丹，几年不见面找着了吗？结果你说绝对有大功力，你想秦始皇多么暴虐的人，这徐福一脸虔诚，当然找了，就很快就要找到了，蓬莱山上就有那仙药，特别神奇。听他们说有一老头吃完之后活了800多岁了，微臣率领船队马上都到达那个地方了，结果海上遇见大禹了，那大禹阻住这个道路，我过不去啊，皇帝您，你想千古一帝，您赶紧您亲自率领这个部队，如果入海的话把那大禹弄死，我就能到达那个蓬莱山了，仙丹唾手可得。你说始皇帝这人按理说情商智商都多高的一个人，迷糊了，听徐福一说，一看他大言不惭，老脸上一点这个神情都不变，说的肯定是真的，我先得把大禹除掉。所以说这秦始皇还真信了徐福的话，他就下令他跟他一块巡游那个大部队，来跟我走，咱们就去海上找那个大禹。找着了吗？还真找着了，就在知府附近，风高浪急，这一堆大船队啊，始皇帝率了多少万人在这海上架设那个连弩，专门特制的大弩，然后就射那个大鱼，还真射死了一条。这条大鱼按理说就是鲸鱼，当然听我现在一讲，有人可能有疑问，山东附近哪有鲸鱼啊，好像很少听说过啊，
山东附近还真有鲸鱼，大概几十年可能出现一次，最近的一次是在2018年。为什么呢？那些鲸鱼群啊，有时候它爱吃那个鲅鱼，鲸鱼群就随着鲅鱼群一路走，有时候就到山东知府啊、蓬莱那些地方转悠。因此呢，哎，正好被徐福知道，正好被秦始皇赶上，一下还射死了一条。因此呢，古代这个鲸鱼啊，中国人是有认识的，而且经常看着一群鲸鱼在那游曳，露出那尾巴来，当时人还认为这是龙兵过境，就以为是龙啊，水底那些龙啊，他们的兵在这地方路过。那么现在把阻挡先方海路这个大鱼射死了吗？不死丹药按理说应该有眉目了吧。这时候始皇帝再找来徐福，听到一个消息，这徐福徐大人啊，率领又是一大批童男童女，以您的命令又弄了一大批钱，又弄了一堆船，他又走了，到海上去了，他现在又给您找药去了。哎，始皇帝这阵儿啊，他是深信不疑了。你看这徐福忠臣又给我找药，可惜啊，我不能面见，我不能面授机宜了，好吧，让他去吧。所以说当时的始皇帝还挺怅惘，还挺忧郁，那就跟怀念自己心爱恋人一样，远望大海，泪眼模糊。没办法了，徐福走了，替自己找药去了，算了，我就回到咸阳等待胜利的消息吧。秦始皇呢往咸阳回转，那骗了无数金银财宝这些大公款的徐福去哪儿了呢？据说呀，最后找到了一个这个平原广泽，他就自己称王称尊了。他呢也就是我们最近这些年传说很广的，就日本的那个神武天皇啊，据有些历史学家考证，应该就是徐福。但是对于徐福最后真正的这个下场呢，中国国史不详，也很快秦帝国就灭亡了，徐福这老哥们带这么多人也没回来过，因此呢，最后结局呢，正史上是没有记载的。当时秦始皇呢也是挺郁闷的，你想又加上旅途劳累，始皇帝走到了平原京，就是今天山东的平原西南的时候，他铁打的身子骨忽然就出现状况，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我们要知道旅游啊，不仅仅是大伙想的玩这么简单，旅游是很累的。你想我们平常旅游超过20天，基本身子骨就极度疲乏状态，虽然说吃喝玩乐，再加上当时的秦始皇想旅途颠簸，而且古代的人呢，当时秦始皇岁数不大，才49岁，但是你仔细想，古代的人到一个地方有可能水土不服吧，水土不服他抵抗力就下降吧，如果下降，你哪怕说得了一感冒，有可能就发生变成肺炎，古人要得了肺炎，你放心，100个人得有102个人死。所以说当时啊，秦始皇的他这个病情啊，发展的这个非常非常之快。你看这阵他的病越来越急，越来越重，旅途颠簸之中呢，群臣也特别着急，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赶紧簇拥着秦始皇，那么赶紧往首都回吧，往咸阳跑吧。但是病来如山倒啊，这个很快的秦始皇就到了弥留之际了，他就觉得自己挺不过去了，因此他就派人马上下诏，然后让远在边境和蒙恬防守匈奴的皇长子扶苏，你赶紧给我返回都城交代后事。他就想让他这个儿子承继他的地位，就变成真正的秦二世嘛。可惜盖有玺印的书信还没有发出，走到了沙丘，就今天河北广宗西北这个地方，嬴政始皇帝扛不住了，病死在当地，驾崩了。因此呢，生在河北，死在河北。哎，我说这句话有人可能说，怎么秦始皇生在河北啊，秦始皇是秦国人啊。秦始皇记住了，他最早出生就是他那爹，那阵是秦国一个不受待见的王子，就是当时在赵国的邯郸，就是在河北当人质呢，他是人质生的人质，因此说他生在河北死在河北，哎，太恰当不过了。历史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而且有时偶然性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呢露出他狰狞的危险，不可逆转的这样的面目。当然如果当时有什么私人飞机啊，扶松能及时赶到，那就万事大吉了。没有，你当时有个传真有个电话都没问题，古人的资讯啊太不发达了。因此呢，就是因为这种资讯的不透明和缓慢，就造成了秦帝国的万劫不复的悲惨的结局，
和命运。始皇帝嬴政刚刚咽气，这个时候无论是帝国的丞相李斯还是皇子胡亥，他们都是急赤白脸，都非常焦灼，只想着马上护送着嬴政的尸体返回咸阳都城，然后呢召回皇长子扶苏继位，使大秦帝国尽快回归正轨。但这个时候，关键的时候，一个蛰伏已久的小人忽然登上秦帝国历史的舞台。哎，这位小人呢，还是一位没胡子的人，是个男人，是个公公，是个患者，他就是心怀叵测的中车府令赵高。当然现在一说起赵高，大伙儿觉得电视剧当中那种形象啊，这缩着个身子，长得像个女人，然后这个一脸缠眉啊，然后这个身子骨还挺弱，还真不是。赵高这个人啊，学富五车，他是皇子胡亥的老师，而且还是个文字学家。这个秦始皇这个统一天下文字啊，这个赵高出力很高，而且他这个中车府令，他当时这个职务呢，实际上是秦始皇禁卫军皇家车队的车队长，再加上他又是皇子胡亥的老师，等于是秦始皇身边非常亲近的人。他呢就开始劝李斯，争取这位秦国第一号朝臣加入自己的阵营。干嘛呢？要干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废长立幼。那么司马迁在《史记》这本巨著当中啊，对于秦始皇死后崩后决定秦帝国命运的关键的几个小时啊，进行了非常文学性的描述。但我呢，在这儿不是教大伙儿古文的，大伙儿有空去看一看李斯和赵高之间的对话。那司马迁的记载精彩绝伦，绝对都是他们的对话，都是电视剧的完美桥段，而且是古汉语最好的样本。那么从赵高和李斯两个人对话当中啊，可以发现这个太监赵高的口才绝对是超一流，那劝人我告诉你，那能劝到别人心窝子里去，所以说他的情商和智商啊，肯定都是高人一头的，说的当时大秦丞相头号文臣，哎，这个李斯把他说的心神恍惚，最终呢，这大阉人得其所愿。那么赵高是怎么劝李斯呢？赵高见了李斯，哎，开门见山，没有任何别的铺垫，马上就说，就劝李斯，你跟我一块儿吧，咱们现在拥有一个绝好的机会，伪造诏书，拥立胡亥为帝国继承人。乍听此言啊，丞相李斯说句实话，吓得亡魂皆冒，脸都白了。你说为什么呀？赵高马上就告诉他，你看，以德以功以能，您丞相李斯，您都不如现在正和扶苏在一块守边的蒙恬。扶苏当了皇帝之后，他肯定会把蒙恬作为他的第一号长臣，而且他这个人的性情刚毅，怎么能比胡亥胡公子啊？你看那个胡亥公子性情啊，他是非常文雅，实际上说的性情非常文雅，实际上就讲胡亥这人没本事，好控制。咱们如果把他立为皇帝，咱们就有立天之功啊。赵高刚才一提蒙恬呢，实际上说到李斯痛处了，一提蒙恬，一提扶苏，因为在秦始皇时代呢，这个李斯呢在焚书等等事件上是得罪过公子扶苏，他内心深处呢实际上挺怕这个扶苏当皇帝，怕他当皇帝之后对自己怎么样。李斯呢听赵高这么一说呢，他这个时候还有一点不大了解是什么呢？他不大了解赵高的真实目的，因此呢他还在那儿挺着装忠臣，就说您说的不行，你说的这是足足之罪啊，怎么能跟我说这些话呢？然后他开始引经据典，就讲你看历史之上啊，这你包括春秋战国时期，你像那晋国呀齐国呀啊，你像都是因为换役这个太子啊，或者这个王子之间相杀，最后国家衰弱灭亡了啊。最后他还说到商纣王，你看他就是大杀宗族，最后商朝也灭亡了。因此呢，大秦帝国的继承人，我觉得非贤德的公子扶苏莫属。这李斯得不得，得不得这一席话呀？实际上赵高心中有数，心中有谱，因此呢，他就知道自己事情成功已经一半了。为什么呢？如果李斯对他断然拒绝，
他当时马上就可以叫些人把赵高马上在当地杀在当地绑在当地。当时赵高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叫几个太监弄几把刀叫几个武士威逼李斯，你要不干我就把李丞相你捅死，不是。赵高当时呢胡亥还不是皇帝，他手中还没有权力，真正秦帝国第一号的文臣就是李斯李丞相。李丞相一声命令能把赵高和胡亥全部都弄死，那他有这个权利，并不是赵高有这个权利。他当时为什么觉得李斯可以说动呢？就是因为看李斯刚才嘚不嘚嘚不嘚，他就知道他心中有私，然后他又一顿劝，什么逆可顺之，顺可逆之，反正就是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告诉你，只要是你跟我把胡亥立为皇帝，咱把扶苏和蒙恬除掉，您绝对以后又是新帝国的这个第一号功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扶苏当了皇帝之后有蒙恬在，说不定你以后啊五族被诛。所以说呢，他最后就是逼着，哎，李斯表态。李斯啊，当时啊，想了半天，犹豫了半天，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赵高说给自己的话，我估计得消化，而且在瞬间，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他得做出决定啊。最后呢，李斯表现出什么呢？蔚然长叹，泫然流涕，长叹一声，哭了。李斯哭什么？他为什么不说话啊？沉默实际上就是一种默许，在他内心深处呢，他实际上已经认同了赵高这样的说话。那么李斯为什么认同赵高的这些劝说呢？私心杂念，人只要有私心，他就会有杂念。哎，有了杂念，他就会在关键的时刻，他做出了非常错误的决断，而他本人呢和他的宗族呢，也变成了四个字。身死族灭。李斯在当时啊，他在秦帝国的地位是位极人臣，所有的儿子都娶了公主，所有的闺女都嫁给那姓嬴的秦帝国的那些宗室的王子。这时候的李斯啊，实际上是富贵荣华已经到达顶峰了，但也恰恰在这个时候，他最害怕、最恐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失去这些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东西。正是由于李斯的私心杂念所导致的默许，秦二世呢就从扶苏变成了胡亥。始皇帝嬴政死后的天下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大秦帝国的灭亡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包括始皇帝的暴政以及焚书坑儒等事件，我将在本节目第九、第十集中加以详细的剖析，同时对大秦帝国的历史功绩，我也将做出相应的论述。